Hypersonic HP6623 多功能伸缩起杆，高度可伸缩22公分到43公分，提升行车安全性。首先撕下底座双面胶离心纸，调整下位置后，将底座粘于车头，稍微施力按压即安装完毕。可自行调整角度及伸缩长度。伸缩时需握住膝杆底部，再施力拉取起杆。即可伸缩，收回起杆时步骤一同。洗车时需先将起杆拆卸，先按压住底部，稍微施力将起杆往上拔取，能协助驾驶于行车中更于精确地测量停车距离，避免因错估距离而使车头与其他物品或车辆擦撞。我们致力于研发最好的产品，只为了给您最好的使用者体验。